好，各位郭昭言 FB 以及郭昭言粉丝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昭言啊。今天又到了这个昭言跟大家一起很开心的直播的时间了。那今天带你们来到哪里呢？带你们来到就是我们的光华商场。为什么会想到光华商场？因为光华商场就在我的选区中正万华区的中正区哦。我每次电脑有问题啊，包括我的手机有问题啦，包括这个任何的这个硬碟啊，随身硬碟有问题，我都会跑来跟光华商场的厂商求救哦。尤其是你到这边来，有时候啊肚子饿的时候，这边还有美食街哦，有吃的有喝的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平常这就是我们中正区啊，我们台北市中正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可以说是一个数位的一个聚集哈，资讯用品的聚集地。那为什么要选择过年前来到这边跟你们大家直播呢？最主要是啊，你们知道吗？过了前大家都有年终奖金，都有红包的，对不对？那要怎么花用呢？哇，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光华商场的话，那真的是后康很多。有哪些后康？我一定要先介绍几个重要的人物给你们看。首先介绍的是我们光华数位新天地的荣誉理事长林文威，是一个大帅哥，我们大家给他掌声。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哎，理事长，是。哎，听说你们这个光华数位新天地过年啊期间啊，从哪一天开始继续卖？我们做到除夕那天休息，对，初五开工。初五开工，哦，初五开工有很多后康的，对不对？当然喽，对啊。那讲给我们听吧。第一个，我们会有红包，168个红包给这边排队的消费者，大家可以享用，一起来个抽签，好，让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过年的喜气。然后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扭蛋的活动，好，不管你在店里，我们商场里面哪一家消费都有可以参加扭蛋的活动，好，只要凭发票，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扭蛋的活动。一张发票有一只蛋是吗？对。我现在扭给你看，你看到没？现在很流行这个扭蛋哦。这边光华数位新天地特别做一个大扭蛋来给大家玩。好，假设现在如果一张发票就扭一次，对不对？那我要扭了哦，我们看一下哦。那开开的这个就是一个惊喜，对不对？对。里面会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假设看一下。还有手机、名片架，大小礼物不等。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兑换的彩券，对不对？有光华限定的杯套。有光华限定的杯套。哦，限定的环保杯套。哦，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去喝饮料太冰太热，还可以这样子，或者水壶也可以嘛，对不对？哦，有一些我们自家的环保的水。哦，那这样有限量吗？有限量，还是有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对，所以还是要趁早嘛。当然了，当然了。对哈，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刚刚讲的红包很吸引我哈。那红包你们是有168个，我们来看上面写的。开工当天，以排队的168个人可以拿到红包，先后168。那最大的看到没？他写6000元哦，是现金抵用券呢。哇，那等于是说这个里面就是6000块让你去用。对。然后你到光华商场的任何一个摊位，一二三楼，一二三楼都可以抵用就对了哈。哇，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期限呢？使用期限是2月9号开始到2月28。2月9号到2月28号，只要是我们光华数位新天地的1、2、3楼，对，那等于美食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吃，也可以喝，然后可以到楼上去增购，或者是添更换一些你的一些资讯用品，对，对不对？哦，所以6000块是最大，那最小呢？最小是200块，200也不错啦，不无小补吧，对不对？哦，哎，你一个东西扣掉200，1000，这样也算是几折了？8折了，对不对？也是很好哦，对不对？哦，那你说这是到月底，对不对？使用期限到月底，使用期限
限到月底。那我这上面的蛋，比如说有数量限制，对，但是大小的这个礼物就不等，对，对不对？对。哦，那我是当天可以兑换吗？当天现场就直接兑换，就在我们服务台兑换吗？对，是哈、哦。哦，那如果他是有拿到三张发票，他就给你有三次，可以啊，可以。所以多买多扭蛋，对，是不是？对。哦，原来是这样，那很有意思哎，哎。不过我们可不可以也告诉我们一下说，我们现在在光华数位新天地哦，你们觉得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就是这边有没有可以跟我们的这些哎特色哎，跟我们的直播的现在的前面那个哎我们手机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啊，我们光华商场这边哈、啊、是在全台湾啊真的是能够买到最好的商品的一个三 C 的集散地，好、啊、那。价钱你不用担心，绝对是我们全省最便宜的，就在光华商场。你不在光华商场买三系商品的话，你就真的是叫做落伍了。因为我常常来这里，而且我发觉他们的售后服务很好。嗯。有时候啊，我买这个东西哦，我其他东西有点坏掉，不清楚，我就跑来找光华数位天地的林文蔚理事长。他们只要觉得你有什么疑问是他们可以帮你解除的，他们都会跟你做这样的一个解惑。那一定要的咯，对不对？对啊、哦、那一定要的咯。而且我记得像我们之前啊，我那个随身硬碟啊，因为现在的人啊有时候因为资料很多都要存在随身硬碟里面，那我随身硬碟就是我的命一样，你知道吗、嗯、我好几次那个因为用久了或是掉地上摔坏了就咔咔咔的声音，就代表它可能有问题了，读不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跑到光华数位新天地，他们来帮我把一些资料救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这个光华数位新天地真的是一个我工作上很好的一个朋友哈、哦。然后我听说你们楼上还有教室，对不对？对对对，在六楼。那是什么教室？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那是我们这边的店家的跟原厂的一个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啊、提升我们这边各个店家的一些知识。哦，也就是说我们跟着原厂买了哪一些东西，那里面如果碰到一些使用上有问题的时候，你们都不定期的再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让他们如果有客户到的时候就可以去帮他解惑。对、啊、马上帮客人服务啊。像我刚刚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手机大概这个我的 APP Store 有点小问题了，然后这个林文蔚理事长就带我去认识一个手机很专长的，对不对？对。他就告诉我说，原来我是出在更新的部分，不过更新不能够在白天更，要在晚上更，因为如果更新过程将近快一个小时，你有电话进来，那就前功尽弃了。对呀、啊，对。所以他教我说，我一定要在晚上睡觉那个时候，让他去跟，不会有人电话进来，不会干扰。而且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在看直播，对不对？那我的直播的这个利器，就是在光华数位新天地里买的，嗯，对不对？对。甚至我本来，你看，我这个有个小米手环，小米手环。我那时候发现到我的充电线一下找不到了，对不对？哦，我找不到了，这个小米手环就可惜啦。结果后来我就问他怎么办，他就告诉我说，在这里也找得到那个充电线，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而且科技是日新月异，哈、哦嗯，是不是？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最新的商品都在这里可以找得到。对。对不 对, 对, 对？来，小姐先帮我们丢上去，然后我们也大概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前面的这些朋友们，到底光华数位新天地，哎，哪一些可以特别再介绍的 ？OK， 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个，就是现在时下年轻人很喜欢画一些漫画、动漫啊这些。画动漫。画动漫最好的类型就是 Wacom 绘图板。那我们先去 Wacom 绘图板。自己画就可以吗？自己画就可以了，而且它的笔触非常的好。不会像以前的那个就可以可以的，不会不会，而且它是无线的，而且它笔触非常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到那家专卖店。所以来这边可以看到科技的东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直播我们光华数位新天地，
我们要告诉人家说，光华数位经济地到底有哪一些值得大家来这边逛的，还买的。哎，那你们为理事长说，你们这边有一个现在流行化动漫的宴会的，对，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可以啊，好，谁来试给我们看？好，这也是刚刚人家画的。哎，对，刚刚人家画的，我们开一个新的好了。好，开个新的。哎，开个新的。大家都可以画吗？都会画得很好吗？是啊，哇，大家都画得。这个来讲的话，坦白讲，我不好意思，我要戴眼镜。哎，我把它重新开一个档案好了。好，重新开个档案。就是干净的桌面了。对，干净的桌面。好。然后笔。哎，这个。哦，对，你在这边，来，圆，笔，直接画。很圆，要不要写个恭喜发财？不要，你画，你画，你画。写字也可以啊，恭喜啊。好，哎，他这个为什么不见了？我们再选一个笔刷。我要选个笔刷，有粗一点的笔刷吗？因为这个软体我比较没有那么熟哎，我要点比较熟的软体，那点这个好了。好。哦，它有不同的软体哦。对，它有不同的软体，对。哦。对啊。是哦。对。然后开一个档案。这个是专业的这个绘图软体，是不是？对呀。哦。奇怪了，这个软体。哎。大概接过我们。啊，这里。颜色呢？颜色要选。哎，我要喊救命啊！救命啊！赶快来救我们的命啊！这颜色在哪里？抓颜色怎么抓？啊，这变成橡皮擦了，是不是？哦，这是因为它是白色的，这颜色是白的。你来画给我们看一下，或者是你画个图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颜色。我要不要直接用？用什么？用你会的软体。对，哦，这是有很多软体可以用，对不对？刚刚没有打开，没有打开啊，难怪就没有颜色。对啊，这个软体我没有那么熟，我熟的软体没有在画面，没在下面喷着。哦，这个可以是你搭配看你比较熟悉的软体，嗯，你随便画一下给我们看，好不好？要写红色的，哎，红色的这个是，那这个画好存档的话，它是怎样？嗯，刚刚没提炫就好。这张媒体片比较实在哦，也可以接很多的人。媒体片的我没有，也是没有颜色啊。这个设定真的被设定过。他可能就是想要你自己来看，他今天故意不秀给你看，叫你自己来玩玩看。哎，不过我想了解一下，你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他画好的一个图，就可以存一个档，然后就变成是。电子档，对，你要看你要做编辑啦，做什么要叫输出啊，都可以。哦，那你们还是有上课吗？是不是？有上课是在这里上吗？没有，在台北车站那个天成饭店隔壁。哦，所以目前这个在你们这边啊是算很新的东西，就对了。对，没错，这非常新。大家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对，因为大家会比较创作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不对？哦。哦，这个主要是因为可能软体的关系。好，没关系，我们先来看别的地方。好，来，文文理事长再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可能太新了，我们大家还不太会用。对。还有什么？杭州在，这是杭州在光华商场的旗舰店。哦，旗舰店，这个台湾的是台北。这个在光华商场，台湾只有两间，这是其中一间。哦，台湾只有两间。对对。哇，所以如果要买东西，这边应该算是最齐全的。对，华硕的商品这边是最齐全的，包含就是笔电啦，然后以及 monitor 啦，跟一些 DIY 的 component 都在这边。哇。哦，好轻好轻哈，对不对？对。还有呢，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对。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样先转着看一下。哎呦，这个好漂亮。这个是最新的那个华硕的，那个水冷的系统。水冷系统，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电竞嘛。对。那电竞的话，它的那个
主机板 CPU 的温度就会相对会非常高，那高的话效能就不好，所以要把它温度降到低一点，尽量能够降低就降低，那它才能够发挥更好的效能。所以这里面都是水冷的，哇，水冷导管风扇。这个透明是故意做透明，还是它本来就是透明的？年轻人喜欢选通通都是透明的。这个就是电竞，这个就是电竞，然后他们的颜色，颜色啊、都会跟，如果跟键盘有搭配的话，现在是蓝色，这边键盘就是蓝色，红色这边键盘就是红色，包含你的键盘、滑鼠，全部都是叫做 ROG。灯效。对，这边全部都会一致的颜色，包含你看荧幕背板、对对对对，键盘、机壳、滑鼠，全部都是一致的颜色。所以这边是走在时代的尖端。那像这些那个华硕曲面啊，都是符合年轻人最喜欢的电竞的规格去制作的。这样子应该就是看起来会比较舒服吗？除了看起来舒服之外，你在玩电竞的时候哈、啊，你可以看到敌人在哪里，敌人还不见得看到你在哪里。这是由华硕这个荧幕才能够显示出这些的特效。是哦。对。所以这边是全台湾两家旗舰店的其中一家，对，所以也代表说华硕对你们的重视，他知道你们包括数位芯片。这边就是华硕的 ROG。对。玩家共和国。那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3C的产品，那其实还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跟我们讲在这边？其实还有一些。那个消费者会常用到的就是一些零件啊、周边啊这些东西，小东西，尤其是小东西，真的很多小东西你在台北市根本很难买，可能东跑西跑，但是在光华商场这边是绝对通通通都可以找得到的。我跟大家透露一件事，就是说我哥哥自己也很喜欢组装，但是呢，他的很多东西就是跑来这边买的，因为有的人自己会组啊。他就不用说去那个其他的店，他就哪个坏掉他自己换一下，哪个坏掉换一下，对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对啊，所以也很方便，对不对？哈、啊哦，因为你有时候只是一个小东西，如果怎么要抱去修理，有时候也要时间点。那如果你自己会修，把一些东西更换自己做，也是很好的事。对啊，现在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嘛，所以现在能够快就尽量的快，能够方便最重要。对哈、哦，对啊。那再告诉我们说，那还有这边也有苹果电视，对。对。其实这边是那个光华的电子展示区。光华的电子展示区，也就是说，你们会先有一个展示啊？如果买的话是到楼上吗？是在这里？在楼上。那这边是各个品牌，几乎你在市场上面能够找得到品牌，找得到机种，通通在这边通通都有，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了。你要比较机械性能，比较机械价格啊，这边一次就 OK 的，一次就 OK 的。这么多台都这样出来嘛，看你的需求在哪里，对不对？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有告诉你说这个楼上哪里会卖，都知道吗？对对对对，这边都有现场、都有店家的服务人员在这边。有店家的服务人员，这样子是 OK 的。对，对不对？因为我们店家不定一个店家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让大家一次看到这么多台嘛。对啊。对不对？所以他刚好就说你就来这边看嘛，看你的需求在哪里嘛，你喜欢什么样的功能啊、特色啊，在这边都看得到，对不对？对啊，对。看到了喜欢的，服务人员就可以告诉你到哪里买得到。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哈、那想要请教一下，因为有些人会好奇说，你们跟隔壁，那跟隔壁的差别在哪里？跟隔壁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光华这边是最便宜的。所以啊。而且这边的种类是比他们还要多的。所以啊，如果你遇到要买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第一个。价廉物美很重要，对，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不要用便宜的价钱买？对，对不对？对。第二个呢，因为既然是要买，就要多重选择，选一个最适合你的。那这边的种类样式，对不对？还有它的一些不同的特色，最多最齐全，所以当然是来这边看，不要到时候你买了以后觉得后悔，说哎呦，我觉得那比较好，买贵了。对，或者是我早知道要买那个功能的，然后买那样子的，对不对？对。所以这里可以看一次看得够，对。然后也可以说是几乎是最低价了，对啊，对不对？对啊。然后你如果
这个今天真的逛累了，就到隔壁去吃东西。我们也带你到隔壁去看看有哪些好吃的。而且我觉得这地方还很不错的地方就是说，基本上非常的干净，对不对？对啊。对啊，环境，而且交通也还 OK 嘛，对不对？对。捷运站出来就到了。捷运站出来就到，你看，这边是我们的美食街，对不对？美食街也是有这个甜的，然后有咸的。这边就是黄带嘛。哦。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对，年轻人喜欢的。那这边这个是排骨酥，哦，西门町很有名的排骨酥。哦，我知道，我知道。还有这个牛肉面、水饺，还有边心，对不对？看，如果你想要便利商店，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对啊，那买的东西如果说不想不方便，那就买种宅配。哦，宅配，这个地方可以宅配、啊。这边也可以宅配啊，就可以直接宅配回去。哦，如果你有上面的买的东西太重，你觉得拿不好拿，对，可以宅配。对，就可以直接宅配啊。哦，也是有道理呢。嗯，对啊，哦，对不对？对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停车来讲的话呢？我们地下室就有停车场。哦，停车场大概几个位置？大概汽车的话68个，那机车的话198个。哦，那也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买一件东西，我们也可以开车来载，对，那下面就可以，对不对？对对对。哦，所以这边基本上我们看到，其实好像也，我觉得看到的也不只是年轻人哈，对，也有一些这个上班族也都会来这边买，对，对不对？对。哦，所以很棒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再跟大家讲，你一定不要忘记。很重要的几点是，过年的时候有好康大放送。第一个放送就是，你买一次的这个购物啊，不管你买什么东西，一张发票就是可以扭蛋一次。对。如果你拿到3张发票，哎，这边算不算？这边也可以抵用。哦，也可以抵用啊。也可以抵用。对，你买了拿到三张发票，你就可以扭三次。然后呢，还有红包160，168，哎，168是一个好预兆，哎，一路发嘛，对不对？所以168，来，大家看一下，168，你看免费发放168，请问几点开始排啊？我们开工活动的话是希望大家越早来排队越好。来想象那个在，当然了，排那个光明灯一样。当然。你们是几点开始？我们是10:30开始，10:30开始，是大家一起团拜是10点，初五开工，初五的10:30开始。对，那所以消费者尽量是早点来排，对，一定要提早来排，不然抢不到的，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项羽的。那以前来讲的话，通常你知道最早来排是几点？我们跟这个直播前7点多，然后他们就拿椅子来排哦，是不是？在那边滑手机。哦，也是啦哈。对。那所以说。你最好是7点来排，比较是有可能拿得到福袋，不然大家可能你到10点来，大概就都没有位置。因为只有168位而已。哦，只有168位。对。好，那这个红包看到没？它是现金抵用券，这个抵用券呢，最少是200，那最多是6000。好，那这个是在2月几号到几号可以用？9号到28号。9号到28号。只要你要来光华商场，不管你要吃药喝还是要买3C产品，对不对哈？对啊，对啊，对，通通都可以抵用。2月9号到2月28号，好。那另外一个活动呢，就是你看哦，凭2月9号当天在一楼，这边是一楼、二楼或是3楼的消费发票，不管金额啦，你。20块也是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转一次扭蛋，那有机会就获得精美小礼物，它有好几种小礼物在这边哈，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哦，还有个什么发财水哦，发财水是送给谁的？给我的。那好，真的太感动了。他们那天来会有发财水吗？不多，可是可能会有。他拿了这个发财水，现场的消费者。他拿了这个，还需要再去拜拜一下。可以，希望大家都发财。对，希望大家都发财，因为其实哦，168个这样的一个红包就已经是好预兆了哈，一路发了哈，所以大家记得好不好？他们现在是做到除夕那天，对不对？那除夕那天休息到初五。
开工，开工是10:30，那10:30你来排队要抽红包太慢了，尽量早，绝对排不到，你最好7:00就来排队，拿一个板凳来排队，带个手机来这边滑手机，等着抽到大奖来清空。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光华数位新天地在过年前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好消息，欢迎大家拿到年终奖金先不要乱花用，拿到红包先不要花完，一定要留一些钱来光华数位新天地，来好好的采购一下你的3C产品，来找个地方吃好吃的东西。好，所以大家看到了没，千万不要忘记哦。那当然如果您有一些电脑的一个使用上的相关的问题哦，也是可以请教他们的，他们都非常乐意帮您解答。所以在这边理事长让我们一起祝大家怎么样，新年快乐，还要说发大财发大财，谢谢大家，谢谢。好，可以。哇，今天好长哦。